晚上7点多，驾驶开在国道上，前方一根铁条，咻咻咻，砰的一声，硬生生擦在挡风玻璃上。 驾驶吓到魂快飞，停在路肩手狂抖，一根超长铁条插进挡风玻璃，玻璃碎成蜘蛛网状，仿佛电影《绝命终结站》上演。还好插进的位置刚好有后照镜挡住，成了驾驶的保命符。听到砰一声，我发现我挡风玻璃就破掉了。看行车记录器的画面是从中线车到大货车。 飞起来的夺命铁条从天而降，驾驶怀疑可能是货车上固定用铁条，但无法确定是哪一辆车掉下来的。维修厂业者初步研判是货车上的固定铁条，但也可能是底盘零件。它是在固定物件，啊，之后可能打零件。 铁条到底是谁的？元凶还没揪出来，但不管是载运的货物或是车上零件，如果没有固定好，喷飞造成意外，可罚9000到18000元罚锾。如果铁条插进玻璃又酿出人命，后果恐怕不是罚钱这么简单。记者金勋、庄黄、世云高雄报道。 旺旺水神抗菌液，它在呢整个的雾化器里面就持续的喷雾清消，非常安全，也不会伤身。你直接呢接触你的肌肤，也都没有问题，没有疑虑的，可以上快点购。还有这边呢有辣气的推荐代码 CTI 567 CTI 我辣气，可以享有折扣优惠，请大家好好把握喽。